我64岁，还是会想尝试很多的新事物，像是学舞蹈、参加各种讲座。但是随着年纪增长，有的时候才刚觉得有尿意，还没到厕所，就控制不住的流出来，外出变得很不安。所以啊，之前出门都会带很多条内裤，还会贴夜用的卫生棉，但是偶尔还是会漏。也想过要不要穿纸尿裤，但是又担心会让屁股一大包，很尴尬。以前呢，打喷嚏偶尔会漏尿，但现在有时招架不住的尿意，如果来不及找到厕所，不小心漏出来，那个尿量会让人出糗，外出活动就会特别担心，也不太敢安心的喝水。以前呢，也尝试过裤型纸尿裤，但一大包不方便，所以呢，外出的时候特别伤脑筋，也会担心穿了以后闷热不舒服。后来看到莱富裕这款宛如内裤超薄裤，哇，这款商品穿起来真的像内裤一样舒服，而且超薄，穿上后完全看不出来，不会被朋友发现，而且不会漏，外出真的很安心。跟以前的裤型不一样，穿起来不会一大包，透气舒适，吸收力特别好。没想到现在的纸尿裤那么厉害，现在穿超薄裤的话都很安心，外出不再担心找不到厕所的尴尬状况发生，也更能安心喝水、出门旅游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现在我都穿这款莱富裕宛如内裤超薄裤，尽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跟朋友聚会、运动、跳舞或者逛街都很方便，舒服又安心，让我开心轻松地享受每一天。